叔叔为我们的季军张瑞斌颁奖。恭喜，好，好，那么现在有请占星月，还有一我们的六号郑乐琪，冠军是在他们两个当中诞生，你们觉得谁是冠军啊？几号？我宣布获得2007格林童话故事大王大赛总决赛冠军的是，恭喜我们的六号选手郑乐琪，恭喜！同时也要恭喜四号选手詹心月获得亚军。首先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金婆婆为获得亚军詹心月选手颁奖。婆婆为我们的詹心月颁奖。好，谢谢金婆婆。好，那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南方电视台台长秋哥叔叔为我们的冠军郑乐琪颁奖。谢谢颁奖嘉宾，谢谢球台。那么我们有请银鼠人为我们的小公主戴上皇冠，掌声有请银鼠人。